卖阁讲啊！吼，我讲，我已经讲到一两礼拜，讲我做一千个，反正我一天就是卖三四十包的羊肉咯。你著食看卖就知影啥啦。我一天卖三四十包，我卖要三礼拜啊。我这台湾的羊肉落去做的吼，这一只500几块，两只食一千。我的羊肉落去，你会调的，唔管你的汤啊，吼，唔管你的羊肉，你试食看卖，拢无羊肉的啦，400了。小姐啊！然后人要食羊肉咯，无400块。羊肉咯，我要食无400。到人要买一包试食，200块咯。有没有人要买一包试试看看？200块咯。拢有啊，吼，啊是。好啊，啥物种啊？地旁了，来。鸡腿更好啊。来，帝王蟹放要食300了，三只啊。这种帅哩酒落去做，拢袂臭臊。爱食免500、300了。我3条、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，这10条先加钱来。我这5条免钱送互你吃，这15条啊，300。来只。半斤半两的牛肉咯，牛肉火锅会当食。半斤半两，300个要来无？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3、14、15，300个要来无？刚好人要食帝王蟹会放，来，来萝卜糕上面食100块落去，菜头粿。来食。100块上面食萝卜糕，春水堂的萝卜糕，这包搁送你，唔免300，100块落。个人要食菜头粿的无？100块。手表。来两个，到一份。手表了，手表了，不要啰嗦。手表了。够检查无？来，他要吃啥物？恁家有人要吃这烟肠？这大条的啊！这当然你甲煎煎咧，你啊切落薄薄配蒜头。这一条自助餐吃到煞百三加130元的。了啦，唔免鱼啊啦，全部两个人客，全部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，五个人客。我只有6个人客客钱，这两条烟肠你若真的无好吃，你客啦，你用塑胶拢爱用这個。用这个落个包装啊，用我，吼，我卖啊济出去啦。这两条免记啦，上千块钱的生意哦，春节了哦，100了，来100块上面。来两个，来三个，四个啊。你先去收钱，100了。来5个，来100了，100块了，100块，来一人上面吃100了。5个啊。来王哥，来一下钱。你过来王哥，来掏钱提钱的。100了，来100了，够两百了，100块而已。老幺，够人要来无？100？有啊吗？拢有啊哈！谢谢，感谢你来收个。啊，你有人要食这无？够人要食蚵仔饭嘞？伊这蚵仔内底有包咸仔肉吗？这一粒10块，12粒，120哦，啊，120加120偌济？100了，有人要食蚵仔饭嘞无？100块。有人要食蚵仔饭嘞无？100块了，100块。拢有啊吗？多少人哦？啊，谢谢。啊，姐，你骑啊过去平时点啊无？嘿，你骑啊过去，过啊过一条，我叫你啊动着，你啊过骑啊过，收起来。来，来个后边啊，啥物？过来要食啥？来，你个爱像聊的，像一个啊起来，我袂阿哥。聊聊嘛会使，减脂嘛会使。来，来，一个够肥出完。哦，来，不客气，把碗拿现在，啥物碗拿拢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来，最后一包嘛。有人要食飞机丸无？来，卖未啊？先给钱的先赢啊！30块落来，30块怎么吃？来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啊！来，四个、五个啊！来者，30块落来，无走呀？没有，要走，走，走，无要紧啦。三个，走，你听落。三个钓鱼鱼啊，人要吃这啊？伊这十个用切的用钱的，这规尾头尾拢软的哦。爱吃免500，免400，300嘛，要来200块了。迄满，有人要吃钓鱼鱼的无？200块借我了，200块。够人要吃钓鱼鱼的200了。来，你刚买200块的人家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请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。200，人要吃钓鱼鱼的无？200块。钓鱼鱼够人要吃200块了，200块。来，我再搁送你。来，我再搁请你，唔免300，这盘拢去200，上面就留去。来这边啊！来，
200个人要吃鲈鱼哦，200块。还有人要吃鲈鱼吗？200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请你，200块都200块，新客钱我再搁你啊，再搁送你啊，来免300，200送要吃鲈鱼。够人要来无？200个人要吃来无？拢有啊，阿伯啊，你卖无？阿伯啊，你卖去做同样啦。收，卖多少？收。 你要吃啥？来帝王客个，我其实无替冰哦哩。美女，我来讲哦，这是鳕鱼香水做，这拢袂臭臊。哦，这顿个你替冰上来弄弄下无，你甲套皮就当吃。爱吃三百块了，这一条三百，两条三条，四条五条，六条你七条，八条九条，这十条若袂你300，一条袂你300块，安尼我咧讲个大卖价。好，不过我来讲，你只要甲我买300，我再搁五条请你吃，才15条，300了。 来300块，上面吃。个人要吃帝王啊，300鱼，300个人要吃哦，300，6条啊，7条，8条，9条啊，10条，11条，12条，13，14，15，35，36，37，40，50，100个人要吃帝王，40，40，100，100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吼，来你再帮我翻几张网牌过来，来。 来，恁个人要吃咸猪肉哦，真诶啊，烘诶啊，炒诶拢好食。恁十条咸猪肉拢有3种嘛，落去做。爱食免五百，400，300拢要食无？外口切一个蒜啊，炒一寡咸猪肉，100个，这条炒3盘就4啊五，这两条就9百。迄这是熟食，这袂好笑。300上面吃，你要300，我搁加一条送你。来，300上面吃咸猪肉，这拢未伤甜，未伤咸，要300上面吃咸猪肉。大家好。谢谢阿姊来，阿姊啊，搁加一条送你哦，300块呢。 个人要吃咸猪肉的无，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请你，300个要吃的无，300块，来要不要？来这边啊，来，个人要吃咸猪肉的无，300，这三条来包，三条袂你300，足俗的哦，300了。个人要来无，300块，拢有啊吗？个人要买2条百个的无？有人要买2条百个试吃看卖的无？拢有啊啦吼，哎谢谢，来姐你帮我收起，来。 来，我来买这小果果子哦，你吃。来，有人要吃这无？伊这叫月亮花枝虾饼啊吼！伊这等于用煎的就好啊。伊这内底弄一寡泰式酸辣酱，一包拿起来，对啊，这煎哦，切切安尼，透气个蓝鱼啦，这我一包鱼啊，五鱼啊，五加鱼啊，五的。好，大家准备。回收啊！回收起来哦。 我只要五个人客气，我哪行？免300，免200，我要吃月亮花枝虾饼的200上面吃200块，来你买200，我搁加一包送你，搁加一包你，哦，我大姐，我给你包你，这300，免200，免500，200上面吃月亮花枝虾饼，有人要吃的吗？200块，有人要吃月亮花枝虾饼的无？200，啊好啦好啦好啦，来，一包够你啊，凊彩啊凊彩啊来，一包搁送你啊，免300，200块，200上面吃200块，有人要吃月亮花枝虾饼无？200，200，200。 来，这啊，好吃啊，这些啊，200了，我是不喜欢吃。那看来，那看来，我都还没吃过呢。啊，加加看，200个要吃月亮花枝虾饼的无？拢有啊吗？够人要买100块试吃看嘛，卖个留济啊，100了，要试吃的无？有啊啦吼，都有了吼，谢谢。来，感谢你。来，回收去。200，200，200条。最后两个100块买买好无？1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来，超前还没吃饱，懂吗？ 他说的超值，最后这200是放上面吃啊？你现在等下。这200是包够要吃啊？我200给你，1000还我。好啊。最后这200包是包够要吃啊？来，超值。超值啊！来，回收上面吃，回收300了，我放300块。我这回收完了没有？我还看了一下哈。 来300，有咩吃无？这种海鱼啊，这种无饲的咯。来300，有咩吃回青的无？这正海鱼啊，这种无饲的，这顿饭肯定煎落去哦，比啥物拢搁好吃啦。来300，有咩吃？再搁送你啊！再搁你啊！再搁你啊！再搁送你啊！再搁你啊！来300，新客钱再搁你啊！再搁你啊！300块了，再搁送你啊！再搁你啊！一过袂你紧张，落去吧300。
啊，等下坐你啊嘛，问我阿姊啊，敢有要归箱的？要归箱的，我收一下。3133639332355，金龙三，你也要15啦，加两只单送你啊，不要勉强，卖勉强啊。我收一下。伊也带着你问归箱的啊，大干的。不要勉强，不要勉强，顶个就是只卖你1500，啊，这两只大只单送你免钱安尼啦，真棒啊。好啊，你讲好啊！我咧安退钱啊，大汉真啊歹势。伊一开始就讲要买规箱，叫我送去。我是讲现贵就去送的。你敢会当改一个箱啊？我即个箱啊箱烂。好，安尼姐，你帮我收1500者好。哦，我收啊。来，我教你帮我改一个箱啊，较水啊。好，我若死啊，咧歹用，我摸起个边啊好。好啦，歹势，我恁买着不好意思，来。